三人，来，今天马上来到现场的啊，我先让那个媒体朋友们先拍个照，好，我来帮你收一下麦克风，好，谢谢。然后麻烦协助一下，我们正面放在那个媒体刚刚可以拍到的地方。好，来看到我们的正面，从右手边开始好了。好，面对舞台台下的媒体朋友，从右手边。好，慢慢移到中间，谢谢。啊，中间还要再看一下哦。好，再慢慢的移到左手边。左手边。OK 吗？再回到中间，再回到中间一次。中间。好，右边右上方是不是？好。啊，右下方，右下方。好，再慢慢的回到中间，中间再补拍一下。哇，美光灯闪个不停，这一片的势力，哇，运动潜力团体。来，再拍这边。啊，在正中间，正中间。好，正中间，是是是，好，这有拍到了吗？还没有啊，好，左手边，左手边，哇，这个帅气登场，每一位媒体朋友都想要捕捉画面。是的，明天呢，就让我们的 JP 也可以帅气登榜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右边，最右边，哇，帅气逼人！我们一定要满足大家，好不好？是是是。好，正中间是吗？好，好，右拍到吗？啊，好，左手边，耶、，OK， 好的，好，谢谢我们的朋友，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，哎呀，一个女生拿三个奖，真是为难了我们工作人员。就是魅力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这个啊，请这个 Vicky 来。把红包是，首先真的要恭喜三位，因为这一次呢获得我们的 Hido 的潜力团体哦。然后真的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拿到这个奖当下的感觉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其实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算是全新出发，然后发行首张专辑《月球漫步》就受到 Hido 肯定。那我们目前呢正在筹备第二张专辑，预计在暑假发行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是，第二张专辑什么时候发？在暑假。哦，暑假要推出了。对，最近你在准备。好。我今天听说在来的时候啊，有从那个 Vivi 的听众那边，好像听说是不是有一个脚受伤？啊，对，是你吗？对，这边跟大家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就是脚受伤，但是等下表演我还是会用尽所有全力，不让大家影响到我们的表演，不要让现场的观众朋友失望。所以还好吧，脚受伤。还好。前几天不太能走路。对，现在已经慢慢。因为为了这个表演，我们决定要豁出去了。脚伤不算什么。记得待会儿月球漫步要真的慢，千万不要。我到时候可能还是要照顾一下伤势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媒体朋友也很多，有没有媒体朋友啊？有一些发问问题，是的，问题都被我问到。得奖感言啊，得奖感言啊。其实非常开心得到了潜力团体。那因为这一遍呢，去年全新出发发行我们首张专辑《月球漫步》。受到大家的支持，我们很开心。然后目前呢，我们正在筹备我们第二张专辑，希望呢下一年的颁奖典礼我们再来。对。而且黑人哥知道我们今天要来了，特别跟我们讲说，如果你遇到范范，记得帮我跟他转达。我很希望可以在公开场合跟他来一个发誓什么。对。没想到我们颁奖人就是范范，直接讲的，直接在台上讲的。是是，太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场有没有媒体朋友还要发问的？还没遇到，一起加油吧！好，谢谢我 JPN， 谢谢，待会儿表演一切顺利，谢谢，加油，耶，谢谢。好，那在我们这个迎接完了 JPN 之后呢，接着待会儿还会有我们刚刚表演的 Hido 潜力女生，是袁咏仪，可能超美又会创作，现在看到了我们这个、也是非常厉害。天后在待会也会直接的在我们这个媒体中心的展现他天后。是的，等下陈轩马上就会来到现场。如果先来的应该是我们的前辈女生袁咏仪。好，我们待会来的时候呢，再跟我们的媒体朋友说一下。那当然，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媒体朋友想要先发问，就是包括袁咏仪或者是陈诗安？对，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袁咏仪的话呢，好，那陈诗安的部分的话。大家对这两位的这个歌手呢要多一点的认识的话呢，待会儿就由 Solo 跟 Tiffy 来介绍吧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我们的女朋友。